小朋友，我问你，五加五等于几啊？九啊。原来是个小傻子啊。小朋友，其实五加五等于……回答正确，宝宝真棒。阿姨，你刚刚怎么？嘘，五加五就是等于九啊，真棒。小朋友，姐姐问你啊，五加五等于几啊？九啊。你看，一个手有五个手指头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是等于九啊，是等于九，是姐姐弄错了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